如果你跟他真枪真刀的打一架，那你可就不是杉菜，你就是李小龙、王飞鸿，军事强。我觉得高湛是一个较真的人，对他来说，比赛就是比赛。你要是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，就是对他的不尊重，因为他的脑子里不会有你，有的只是怎么赢得比赛。只要你在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是非常强大、非常自信的，你浑身都在散发光芒，所有人都会被你吸引。只要你放轻松，打出属于你自己的跆拳道，你就可以让所有人、让高湛对你刮目相看。要不然还是算了吧。好，我要动真格的了。你是杉菜，杉菜就是打了道明寺之后，道明寺才心动的。谢谢同学，谢谢。频率太高了。你说咱们这么多吃的吧，吃不完慢慢吃。我就怕啥？我会抖。这样，哎，许哥，嗯，许大侠，哎呀，那个希望以后多多包涵啊。这回知道错了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以前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许大侠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啊。这么多东西啊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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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三班不光赢了比赛，还出了个女金刚。哎，不对，都不能叫许晶晶女金刚，应该叫你女巨人。哎，不是，你说，你们也太没创意了。你们起外号的水平是停留在小学吗？不是老高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天天跟篮球队晃呢，我以为你多厉害，结果今天一看，你连个姑娘你都打不过。我是打不过许晶晶，但我打你绰绰有余。废物就喜欢抱团，你再说一遍。不是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呀？废物班级、垫底班级、一无是处的班级。大鹏，说谁废物呢？说谁垫底呢？不是大家都是这么说的。平均分垫底，运动会垫底，这就是你们班的光荣事迹吧？你别翻旧账啊！咱们要看就看这学期运动会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你们知不知道运动会下周就要开始了？知道。我要知道这次运动会我们班拿的金牌绝对比你们班拿得多。没错，如果我们班赢了，你们班就在操场上给我爬两圈叫三班万岁，敢吗？嘿呦喂，行，那要是我们班赢了，你们三班输了，以后你们见到我们六班的人都给我喊爸爸。哎，好，你甭占这便宜，你们说到做到，敢吗？可以。
啊，不是，有点草率了。不草率。好，咱们拭目以待。走。既然已经跟六班把狠话放出去了，我们这次运动会必须要全力以赴。六班在男子一百米、男子铅球、女子跳远这几个项目上是有绝对胜算的，男子八百米、男女接力、男子跳远这几个项目是我们可以和他们争一争的，但就算出现奇迹，我们全赢了也只是3-3打平的状态。你意思是即使出现奇迹也只是个平局？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挖掘一个可以绝杀对手的项目。绝杀？吃泡面比赛我肯定绝杀，喝奶茶比赛也可以。你能不能正经点？哎，跨栏，你们怎么把熊哥给忘了？人家跨栏可是专业的。不行，我是专业的，我要是参加他们肯定会说咱们胜之不武。男子接力，我觉得男子接力也挺稳的，哥你打头阵，然后大熊冲刺，中间有我和老康。你忘了你上次是怎么被六班反超的了？我可以报名参加女子八百米。我也可以。开玩笑，青青可是我们班八百米第一。青青，上。那我可以报名参加女子接力，去年没参加，参加说不定就赢了。那我也要报名参加接力，我还要报名参加铅球、一百米跳远。这位女士。咱们现在比的又不是说谁报的项目多。静静，你也别累坏了，你今天不还要做主持人的吗？今天也不一定是我。不是你，那还能是谁啊？静静，什么主持人啊？今年肯定还是你。哼，就这。嗯，大家还给他们俩的组合起了名字，叫静战。静战。这名也太尴尬了，还竞战。男神女神下凡来，玉明之光是竞战，豆浆油条没你配，学霸言霸带你飞。什么破大游戏？那主持人怎么报啊？每个人都能报啊，然后全是要大家投票。每个人都能报，每个人都能投票。嗯。报名的人每个人有一个主页，你要在上面写上自我介绍，贴上你的照片，还有竞选宣言。今年高湛报吗？是去年他也没报，是别人偷偷替他报的。但今年高湛说了，他不想当主持人。那徐静呢？徐静报不报？他肯定报啊。徐静静，嗯，我要报名。祝你好运。